一，阿海也会受命打书法，高端宝宝改书，一直都是主播阿海的重要直播资源。近日他给一只10技能三轮车关照谛听打书，没想到一本奔雷上去，居然直接变成了全红。看来传说中的受命打书法也不仅仅是梧桐的独门绝技，阿海有的时候也会。2.69 玩家出130专用无级别，一名69玩家在鉴定装备时运气爆棚，自己所点的专用武器不仅有着不错的初始属性，更是有着逆天五蓝字无级别限制。三，新出160精致破碎鞋，近日逍遥城一位玩家鉴定出一双160级精致破碎鞋，虽然有着精致特效，但这双鞋子的属性和特技都十分一般，你们觉得有人会打的17段吗？4.140无级别水清腰带34万交易，逍遥城知名狗托星辰花前段时间出的140级无级别水清腰带最终卖了34万元。五，二狗为张梦肖名冤，作为梦幻第一分析师，二狗在直播当中经常会以专业的角度分析各个指挥的 PK 技术和成绩。二狗坦言，张梦肖帮助生日拿下了3个服战亚军和1个群雄亚军，并且3次服战决赛的对手分别是紫禁城、珍宝阁和钓鱼岛，硬件都明显强出了生日快乐很多。他认为张梦肖的 PK 技术并不差，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指挥全队，之所以经常被黑，就是被人恶意带节奏。